大家有看到网络上阿萨跟 DJ 有签约，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，希望可以让 Wilier 跟甜心的人可以一起办活动。那今天其实我们邀请到了很多大家网络上常看到的熟面孔啊，然后大家等一下往上集的时候，美丽都可以找他们来推。也很难得，因为阿萨拉车队的关系，让我们可以跟 Wilier。看耀越有这个缘分，可以一起来举办这个约骑活动。那我们赶快出发，然后大家路上注意安全。然后我们聊一起。有力的可以直接上去，没力的我们会在老爷山庄先停。男人的救星，浑身充满力量了。哇，你这个车架多大？56。你几公分？88。今年是走首度跟他们有做合作。那其实阿斯塔纳车队他除了使用我们的 N4560 之外，在他们这个环赛的比赛上面也都会使用我们家轮组全系列的轮组。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，尤其在台湾的市场，应该就是我们的轮组跟我们的手把龙头这些产品，我们也都是自己厂内研发跟制造。再来，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会在弯段的地方做刚性的测试。说实话，其实从提把到这边有做一个转弯的转折，所以它的把位其实可以因应爬坡或是抽刺或是一些下滑姿势，可以做一些改变。这个对去比赛朋友或是想要练车朋友，它其实它的把位其实有很多种，而且它的强度、硬度跟它的那个耐用性其实是真的不同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接触人的地方就是把手、坐垫跟卡踏车鞋，然后如果你这三个点都顾得好的话，你骑车上基本上没什么大碍。Vision 也有提供了不少 好东西想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当然一样，我们用抽的。我来，我来这么多次，终于来。有一个，他们有说要加买一个后背包，